阮将军区公所呢，定伫咧即礼拜拜六，就是3月14日，吼、哦，白色情人节上午10点，伫咧阮将军地区莲仔寮木棉花道呢，来举办2020将军区红萝卜木棉争先抢宴同乐会活动。里面的内容相当的精彩，有拔萝卜，还有棉花糖的制作的比赛，还有那个野餐、乐队表演等等，相当的丰富，请各位朋友呢能够踊跃来参加。